的孩子现在请起立，然后呢向后面请鼓励，你喜欢的来宾都可以跟老师问老师再请立，第二个开始，老师下午叫做小红的故事，这个小红的故事你看问的是什么，他问一个你还有什么故事来看一下。好，上一节课我们不是说过吗，有中国前阵，有发两部，有到世界各国去看一下关于月经的一个，不管是他的迷思还是误解，我们大家都做一个听他的传播过程，对不对？那你看看，你认为月经还是不干净，月经还是丢脸，月经偷偷摸摸，月经来的时候广告的重量还是这么认为？不是，那不是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，如果我们去入庙的时候，会不会受到诅咒？受诅咒呢，所以月经会流血，流血了就很害怕，是这样吗？不是，不是的时候，那哎，有个问题啊，你觉得经血它是血吗？认为是血，就这样。哦，这么多人，你认为它是正常的血吗？请认为是的。哦，也有这么多人。那你觉得现在呢？刚刚好，新闻媒体都在报，很多医院都缺血，希望大家来捐血。你认为月经可以捐血吗？你让我想想看，摇头是不行，点头没有人点头。那主任问你一下，你认为月经到底是什么？你认为是血，又是正常的血，又不可以捐血，那它到底是什么？谁愿意说说看，请赶快举你的例子。好，你最先的，请你告诉我，你觉得月经是什么？用排身上的污气。哦，排身上的污血，月经是排身上的污血。哦，好，来，我刚刚呢，来，请你抽一个，你自己觉得你想要什么牌的？哦，一分而已。好，好，女生来问你一下，子宫脱落，子宫流的血。哦，他好专业，说子宫脱落所流的血好像有一点点那么回事。哦，几分？也是一分。今天你们跟一很有关系哦。好，来，你说说看。哦，生理期的一种状态，经月经是生理期。哦，你讲得很好。月经的影片到底我们接下来要干嘛呢？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哈，就是等一下会分你们现在四组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分成四组来讨论，利用刚刚你看的影片，以及呢你手边有平板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呢，你等一下抽到小组派一个人出来抽题目，题目呢等一下会秀出来。你抽完了以后呢，你就利用你的白板，桌上是不是有块白板，还有白板笔，你们呢组内呢就先讨论怎么样用心智图啊。心智图知道吗？各位知道心智图是什么吗？知道哈，这么聪明知道。或用鱼骨图啊，你可以把这个你所知道的月经，等一下跟题目有关的做一个整理。我们会计时八分钟，以后呢就请你们看谁的速度很快哦，就可以出来展示，然后发表给我们知道，然后我们让我们全班同学都可以理解你找的资讯，好吗？好，现在我已经把规则讲好，我们分别有四个题目。第一个，月经的定义。第二个题目叫月经的生理现象。刚刚影片有吗？有没有？有跟你讲哈，虽然是日文，我有整理一个书面档给你哦。第三个，月经对生活上的影响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等下去查了资料，你要怎么呈现？要先讨论喽。最后，你觉得月经的重要性，为什么女生才有月经，男生没有？这个四个题目，等一下一组，只要回答一题就好了，跟我们上次不一样。我们上次是每一组都要回答四题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一样，我有准备了四个题目，等一下呢，请各组派一个人来抽，抽到你是一，你就回答这个；二，你就回答了这个，可以吗？理解哈，这么聪明吧？理解了，那我们就请各组赶快派一个人来抽抽看，洗一下牌有吗？好，来。哦，这张女的好，好，我们这个第三组是第一名，
我们第一组是第三题，哎，题目在这里，不要跑掉。好，你们第四组就第四题，这个第二组就第二题，好，可以了哈。好，我们要开始计时哦。啊，非常讨论，非常的热烈，非常的棒，而且画的呈现的果然有六年级的水准。好，我们看到呢，这一组最快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是这一组，再来是这一组跟这一组。所以呢，我们先请掌声来欢迎那一组的同学，现在全部出来，带着你的白板，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天在这边，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题目是第几题？月经的重要性是第四个题目，谁要负责来说明报告嘞？阿明。好，我们这一组要发表的是月经的重要性，好处有判断怀孕、改善造血功能、排出身体毒素、成为女人一部分。好，这样。好，快点啊！快速的影响美容，导致不孕，引发头痛。妇科炎症哦，所以他认为月经的重要性呢是好处跟坏处，他都已经整理好在这边了。哎，这一组很厉害呀，哈，还会把它好处坏处整理出来，好，非常好。来抽一个牌，好，几分啊？哦，12分了呀，厉害，好，谢谢这一组。我们接下来换那一组，好吧，请出来。哎，那一组的答案还不要带走，对吗？贴在那边。好，那一组的请出来，时间有限哦，快点。干嘛？这一组，请来发表一下。好。啊，这一组是月经的生理现象。好，来，我们赶快来说一下。我们这组介绍的是月经的现象，然后有手脚冰冷跟肚子痛，还有脾气暴躁，还有不可以吃冰的，一个月会来一次。哦，一个月会来一次，还有呢？然后来一次来一次的时候会七天。哦，5到7天，对不对？你们上面写5到7天。然后痘痘会突然长很多，痘痘会长很多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好，这一组讲得很好，请掌声。好，我再给其他抽一个加分。啊，9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那一组是月经的病。好，月经对生活的影响，请贴出来。好，我们赶快，是谁要发表呢？我们这一组报告的是月经的生活影响。它的日常是不能吃冰的食物以及饮品，然后是不能做激烈运动，然后睡不好，情绪不稳定，情绪不，腹部时常会痛。哇，讲得很好哎哈。对工作的影响有不能工作，要在家休养，多食用有减压工作用的食物，不能过度紧张。哦，还有吗？还要补充吗？好，没有。我们请这一组。热烈掌声好不好？这一组好厉害，有分工作上还有画图哎哈。好，这一组来抽2次牌，这么厉害，好，2次，一次抽2张哈，一次抽3张哈，完了2张，2个都是7分8分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一组我们请上台，很厉害哦，讲得很好哦。好，这一组压轴的啦，来。月经的定义，基本的定义，来，赶快，谁要告诉我们月经的基本定义？我们要介绍的是月经的定义，它是女生生理上的循环周期，一个月一次，就子宫内膜会变厚，但卵子没受精，
子宫会内膜脱落。还有吗？还要补充吗？怀孕时会停经，补充男性酶子宫。好，男性酶子宫。好，这个也是很重要啊，要注意一下。好，还有吗？通常月经会从15到58岁会有生理现象。哇，它连那个天数七天。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我们给这组掌声。玩一个小游戏，大家既然对月经四个已经都做好这个了解准备了，我们接下来请把你的电脑拿出来，平板拿出来，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测验。刚刚大家发表得很好，我们要看看大家呢对月经的了解多少。你是不是刚刚有些人查的资料成为的题目，有些人没有，那我们大家呢就理解看看喽。好，请赶快拿出你的卡布进入，打下你的密码。密码是什么？哎，博士，按一下。哦，密码来了。密码来了，93379006。哎，等一下呢，密码打下去，你要取你的 nickname 有没有？啊，随便你啊，你要林口牛肉面可以啊，对不对？我是小红也可以啊，取好了没？宝宝你是爱喝马桶水，我知道上次也有爱喝马桶水，更年期啊，哦，好厉害哦，要全班都进去了，要24个人的名字，加油啊！因为我刚刚跟你们校长讲说，你们真棒哎，卡布一下就卡进去了，不要闹鬼好不好？赶快，赶快，赶快拼了，拼了，拼了！哎呦，很多人没进来哎，草莓大神鬼，草莓蛋糕，哎呦，土味太厉害了。桃园发大财啊！好了，你中毒了，蛮深的，可以啦，大家都进来了吗？一二三四，好，给爱心，可以了哈。好，我们立刻来喽。好，小红的故事第一题。好，月经的形成是因为胚胎没有着床成功，所以子宫内膜崩解，自然排出的红色血液。你认为对的就赶快按对，对不错就赶快按错。哇嘞，哦哇，18个人答对，6个人答错，请问是谁答错？举手。我好，为什么答错？皮牙眼。对。又皮牙眼，你呢？又看错手镯。看错。啊，你呢？手滑啊，跟上个节课一样。手滑。爱看眼科保利，你们要看眼科。犹豫。犹豫中，你为什么会犹豫？因为我在想到底该怎么要怎么选。哦，哎，要怎么选？哎呦，不是就是就按这边，我就按这边吗？所以都是技术上的问题，不是脑袋的问题哦，还好还好，来下一题看看哦。而目前最高分的是林口牛排哦，进阶了，不是牛肉面哦。好，第二题，从一段经期开始到下一段经期75，请问你这个叫月经周期，平均几天呢？刚刚我有说哪一组有那个发表过？哈呗，到底几天？到底几天？不要讲答案嘛！哦，怎么分散那么多？到底几天？28，我记得这一组有讲哦，还是哪一组？对呀，我一直提醒。哎，说20天的举手，有3个人做。啊，为什么你认为错？为什么？不知道答案。不小心要看阿脸，不知道答案。好，认为是18天这么少的举手，为什么？你觉得是中那个拜拜初一十五都要来？啊，不知道答案。刚刚我记得有一组有讲，哎，又是你认为呢？不知道答案，所以刚刚你们在查的时候那个重点，我一直有提示，有没有？要看几天？现在知道答案了吗？另外有11个人，这么多，31天，其实两个答案有点接近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我刚刚说平均，所以啊，这一题应该是28，平均哦。下一题，因为时间关系，好，是什么更年期的老阿妈目前领先。第三题，月经来潮时，
正常人的经血通常会持续几天？我刚刚也有提示哎，你有没有认真想一想啊？好好好哦，这一题终于很多人答对。一个人是谁？林口牛排吗？不是，是谁？不敢举手，手眼拙，是不是？一个答一到两天了。啊，不是点那个，你是点那个三到七天，是不是？我们刚刚也有一组有讲说五到七天咯，好，记起来咯。好，这个跟我们等一下有关咯。好，再下来再看看。好，许多女性在月经来时会有哪些生理现象？第一个，情绪，情绪一定要，悲剧，好。怎样？为什么这样？心动，你要看完了 啊！悲剧那一组尖叫，你看应该是谁？都会啊，这一组不是哪一组发表的很好，都有讲受到什么都有啊。好，知道了啊、哦。看，不要太按太快了。好，下一题，最后一题，目前是谁领先？冒号，来。谁冒号？哎，这个是啊。好，最后一题。女性第一次来月经叫，出经，女性不再有月经叫停经，对还是错？啊，又发生悲剧了，赶快，一二三四五，啊，哎，那六个人哪里有问题？六个请举手。啊，你认为是什么？我刚不是一直讲，啊，题目又是眼拙，啊你呢？又是你，啊，以为。所以有误解，对不对？题目太快，然后你们想要抢答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，好，最高分是谁？哦，分号是谁？请举手。哇，你好厉害，赶快帮你算。因为我听说你们有学过比跟比值，对不对？在学习，对不对 ？OK 的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人，这个同妹，她的阿嬷80岁了，来听一下题目。啊，哎，婆婆是按一下题目来。对了，他的生命经验告诉你，请帮他算一算，因为他没有学过比值，所以呢，我妹阿妈的月经一共来了几年？婆婆是同妹的阿妈点，同妹的阿妈，好，欣赏一下哈。同妹的阿妈今年80岁了，她告诉同妹，她在12岁的时候就第一次来月经。第一次来月经。停经就叫停经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个问题，请点同妹阿妈的月经一共来了几天？现在把你的白板赶快擦掉。二分之一怎么来的？屁股不要对了。没有，我在想要怎么讲？对啊，你看要怎么讲？怎么讲？就是脑袋里面想。哇，你看吧，同妹的阿妈80岁，然后你第一句不是40，她月经来了。然后就是他现在80岁，对，然后他月经来了40年，然后呢？他说月经周期占阿妈生命的比例，所以是40除以80的样子。哦，对不对？大家认为对的举手，认为要讲很有道理的举手。对呀，没有错啊，他这个讲的就是叫生命嘛，他不是活了80岁？好，你来抽一个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四分之一这一个，四分之一有两个，好，这个也对，对不对？等下来再来加分。好，四分之一这个，四分之一呢，我找一个人来发表。这个是谁？啊，你来讲。你的四分之一为什么是四分之一？因为他说是他的那个。一个星期，然后跟它的周期总共28天。哦，周期28天，讲到重点，然后呢？然后它每月平均有7天。哦，然后所以就是7除以28，对，28分之7。28分之7。对，然后等于1/4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就这么简单。要知道，月经并不是一个羞耻的。
希望呢，不管男生女生，在面对自己的月经的时候，要积极的面对，要对自己的身体，要对自己的身体忠于自己哈。然后呢，我们希望我们女生都能够每天开心的过这个每一天，就跟我们的主题一样，有开心指数一样哈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课程呢，很感谢大家呢，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。